要得奖者，我脚都在抖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就是很感谢Starhub 颁这个奖给我，言归正传，正经一点。然后也很感谢TVB 我的公司，然后我的老板，很感谢乐依玲小姐一直以来对我的栽培。然后这套剧是我第一次那个监制 Simon 呢，他是很大胆，然后让我做了第一次的女主角，然后还可以在这边拿到这个奖，非常甘心。然后很谢谢我的粉丝，然后谢谢你们现场有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然后也要多谢我的啊，那个我记得拍有一场戏的时候，因为我也不是摔倒，是晕倒了，然后那天是发高烧，然后要进医院，然后我很谢谢有一个服装姐姐叫阿芳，然后她是跟我去买的药，然后也要谢谢巨物的他叫什么来着，他叫雷哥，对，然后他车我去医院，如果不是他们这么紧急把我抢救的话，因为那个时候跳跃生命线的马神他还没有出现嘛，所以没有他及时来救我，我可能就死了。对，所以要感谢，特别感谢这两个人工作人员，然后还要感谢我的妈妈，然后因为上一年拍摄的时候家里面的确是发生了蛮多事情，他除了要飞来香港，然后还去回去苏州，然后日夜奔波这样操劳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妈妈你还是依然很漂亮很漂亮，我拿到这个奖谢谢你，然后对，然后要感谢主 Thank you， 我会继续努力，继续拍多一点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， Thank you。